这三饼，三饼南风。好，放给了顺龙，应该是退胡牌吧？胡牌胡了，连庄，先胡牌连庄，庄家庄家两台，三万，一万，哇，这个会放，这个打二万没事，对，打二万没事，打二万转转对倒没事，一万就会放给顺龙，顺龙连一胡牌。嗯，那新亭可能对这个对新亭是一个大力多啦，对，不止新亭啊，对瑞麟都是个力多，没错。顺龙的卡七万会不会直接摸起来？恭喜顺龙哥卡七万，这个蛮多台的哦。门清自摸中洞庄连啦。那顺龙会不会来一个拉尾盘呢？因为这个蛮多台的，十台，有哎，十台的自摸。哇，这个对其他三位玩家都是个大的压力哦。对，现在上来了。这时候瑞哥还要动吗？没有动，不动，不动如山。二五万，恭喜！哇，逆转啊！谁呆了？谁呆了？好夸张啊！庄连三拉三七台发财白皮九台最大哦，自摸十五台，十五台哇，直接逆，直接逆一啦，逆一，我的天哪，天意啦，真的，天地逆一啦，逆一，这绝对一的啦，我的天哪，哇，他真的顺龙哥这个最后一把这个亏呀、啊，这个 ，Oh my god。Oh my god！ 真的 ，Oh my god！ 哇塞，五万八千六哎，嗯，哎、欸，这不久之前顺龙哥才三万多、哦，各位。对啊，所以说不要放弃一个任何一个庄家的机会了。